其实那完全是我的心境。我就是从圆心啊，一直往外画，感觉好像啊，生命就是越走就会越宽广，然后最好要圆融。所以那个圆心的地方颜色比较深，是因为我觉得生命都承接了生生世世。然后呢，我加了从上面往下的一些线条，是觉得生命还是很需要恩典。最下方我用绿色，那是大地，养我们长大的大地的母亲。当中呢，我点了一些小小的啊，感觉浪漫。我是周思杰，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。